这是青蜜九号百香果，百香果里面还套种有花生这些，据说是必须要种有粮食才能种这些百香果，因为百香果是经济作物嘛，花生是粮食，所以呢，这样种的话就符合政策，要不然呢就会被拔掉，是不允许种的。现在这个基本农田保护的确实是非常严格，所以我们种植的时候要很小心，避免触碰到政策。